没有看过，他在还没有出那个蹲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了。各位，在还没有出那个蹲的图案呢，就已经有了。这个呢是属于为什么出这个款式？那时候有大卷款，还是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大卷款，然后呢就做这个衣服出来。各位，做这个衣服出来，大卷款爱心嘛，送给我们的爱心。来，今天这个各位还是要 ADLD 的，来，今天要陪我们准备了，我有白色跟黑色 A79 黑色 A79 黑色。各位，今天要陪我们 A79 黑色 A80 白色。各位，79黑80白，79黑色80白。各位，它布料是好的啊，全部是一模一样的布料的啊。A79 黑色 A80 白色，今天要陪我们25块钱成交，要陪我们25块，值得，舒服好穿。各位，值得舒服好穿，今天如果你们要按了25块钱。哦，给你们看图案，它是一个白白，之前有个哥哥的，有个哥哥，不光是哥哥，我们没拿货，我们拿白白的，白白款式，各位，白白款式也是很舒服。今天的鬼门要的话呢 ，A79 黑色 ，A80 白色，79黑80白呀、啊，79黑色80白。对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加到图案的话，你们赶快哦。Yes， 没有错，大家拿的都是超白。OK。这个应该是没出过。来，这个弧线0234，来，这个九尾狐 OOTD， 各位，来，这个是 OOTD 的弧线九尾狐，我们进了第三批货了，进了第三批货了，各位，这个进了第三批货了，我有粉色跟黑色，各位，我有粉色跟黑色，粉跟黑，今天我有粉跟黑，准备了啊，粉跟黑啊。OK， 来，先上黑色 A81。来 A81 黑色，今天 A81 黑色，粉色是要最后三件吧、A82。 各位，我们的 pink color 最后三件了 A82， 粉色 pink color 最后三件了 A82。 来，25块钱成交，今天要陪我们25块，25，今天要陪我们 A81 黑，看看 A82 的话就是我们的粉色，粉就是黑色哦，什么日子都可以穿，男生也可以穿，各位，如果两个孩子的话也是可以穿，黑色很帅，对，啊，黑色很帅，各位，黑色很帅，哇，一直是一直很帅，你没有看过老板娘穿吗？Alice穿，各位，Alice自己本身也是有买一件，他自己是有拿一件，因为他真的是很帅，各位，如果你们少女型的话呢，你们可以拿这个少女型的粉色九尾狐啦，祝人缘好，各位，啊，帮助你们的人缘哈，那是那些人缘能不会哈，一直穿几个哈，九尾狐呢也是跟那些人哦，各位。请随岁啦，真随岁啦齁，今天要朋友们来25块钱立扎过客齁，你们买六件齁，我 free 一件给你们，各位买六件的话呢，我 free 一件给你们，来，粉色还有几件说了哦，粉色说了，来啊，粉色没了齁，而且是哎，来黑色81齁，黑色81，来，今天黑色81，来 A81 黑色 A81 黑色，今天如果你们要的话呢，就是 A81 黑色，我的 A82 呢粉色呢已经刷了，谢谢你们的抢购，来，各位，来，抢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，各位，来，接下来我们下一标。OK， 所以要的朋友们要赶快接单不单哦。Yes。OK， 来，刷好了 ，OK， 我直接关标了哈，所以你们会收到 link， 你们会收到 link， 好不好 ？OK， 来 ，A82 刷好了。来，接下来到这一个。这一个呢，我可以讲哈，它很休闲嘞，它真是很休闲嘞，你们穿上去就更加休闲了哦。来，这个是啊，0204，来，它真是很休闲。如果你们的生活要像它这样休闲的话呢，你们可以买这个 T 恤，你们就可以更加休闲。各位，那你们羞羞又闲闲，来，最后两件哦，我的黑色，哇帅，各位来，我的黑色很帅，黑色拉出了啊，黑色抢到最后，抢不到我就GG了哈。来，今天这个 A83。A83 黑色哦，直接黑色的，来 A83 黑色，后面是勾送的 A83 黑色 A84 白色 A84 白色 A85 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红色，来 A85 红色，来，今天想换了齁，你们买五件我送一件，直接打六件，这一个是25块钱，不要怀疑这是马来西亚平台或是台湾平台啊，来，今天这一个要陪我们来 A20 所以 A84 是吗 A83、啊，来 ，OK， 我再看了一下 ，A83 黑色 ，A83 黑色，最后两件了 ，A84 黑色 ，A84 白色
A 八十五来红色来哦哟，可以八十三哈，最后一件了哈，来 A 八十三最后一件了，来倒数 A 八十三最后一件了，再不买呢，下一次比较后悔了哈。老板娘穿这，我们穿这就没有货了哈。来，今天这个 A 八十三 last one last piece 哈，来，今天这个 A 八十三黑色，黑，没有，帅哈，各位。这个帅，如果它加一个荧光线啊，不是二十五块啊，加一个荧光线的话，那就是125块啊，各位超牌，来，今天要朋友们来，各位 A 八十三来 ，A 八十三直接刷起来，你们可以直接刷啊，这个衣服跟手就 OK， 所以如果要朋友们来这边拿。